大家好，今天分享康乃馨花卷。粉色康乃馨的花语是母亲的爱。Sponge。Happy Mother's Day. I love it. 60毫升温水，1毫升玫瑰粉色素，1毫升香草香精，25克白糖，5毫升食用油，3克酵母粉，125克普通面粉，揉成面团，完成后去发酵。有关发酵过程，请看我的视频《黄玫瑰花卷2-1》。1毫升绿颜色食用色素，按照粉红色面团配方调制一个绿色面团。面团体积增到2倍大，发酵完成了。细密的蜂窝结构。绿色面团发酵也完成了，排气整形后松弛一下。10分钟后开始制作康乃馨。厚度约为1-2毫米，切成小圆片，直径为6厘米，用大拇指与食指相配合捏出花边。3片一组，沾点水，折成一个小花瓣，捏紧花柄部位，褶皱比较细的放在花心部位，用水把3朵小花粘在一起，捏紧，切心形面片，大小8厘米，厚度1-2毫米。沾点水，包起来。
捏细叶子。捏紧花托，再整理一下。在这过程中，手指尽量不要碰到花瓣。一朵漂亮的康乃馨完成了。沸水上锅，蒸五分钟，关火后焖了两分钟。浪漫温馨的康乃馨做好了，香甜可口，美丽大方，朋友们你喜欢吗？朋友们，再见。